努瑞娜吃东西，那真的超慢。这两只已经吃完了，阿辉早就吃完了，快10分钟了。这两只还在那边吃，那这么小只的也吃完，那么5分钟。不过它不错，我来这边喂狗还不错，不用那个拿去喂它，主人说要拿手喂，根本不用啊。来我这边哦，一切按照规定来啊。没有拿那个手喂的。黑妹也快吃完了。这个新来的这个什么肉哈，乖哈，肉肉好乖，吃最慢，不过它不错哦，也快吃完了。嗯，很好，早上都有去练接球哦。